到底怎么回事？啊？你怎么老是惹麻烦？我问你，你上天台去干什么？我上去休息一会儿。什么？休息？上班时间你休息？对不起。说对不起有用吗？你听着，我再也受不了你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是副处室长，你甚至不配做一名厨师。你听着，从现在起，你负责材料。那烹调品评会怎么办？连厨师都不是了，还参加什么烹调品评会？对不起，让大家又挨骂了。对不起。干活吧。泰哥，你休息会儿，我来帮你。不，你放手，你忙你呢，你有空你就准备参加品评会的作品。对，哎呀，还准备什么？我都没信心，我不参加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？泰哥，咱们辞职算了，就凭你的好手艺，咱们还找不上工作？说不定能找着比这还好的工作呢。你搞什么鬼啊？你忘了我们以前学艺的时候，厨师长是怎么说的吗？一个成功的厨师一定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呢。可现在您连厨师都不是了呀，所以我现在更加不能离开。如果我现在离开这酒店啊，以后我在这个圈子里怎么混得下去？以后我在别的厨师面前还抬得起头吗？那倒也是，可就是您得受点苦了。说真的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你去忙你的，走。啊。哎，我当时扎了五块碎玻璃片，拔出来的时候痛死了。真的？你活该。真是遗憾啊！要是我当时在场就好了。哎，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样了？当然被我感动了。我是说真的。啊，对了。我哥回来了，我要挂了。什么？你明天去学校？那好，明天见。啊，再见。哥。哥，你不是要准备品评会的事情吗？不是说晚点回来吗？我不用再准备品评会的东西啊。品评会取消了。我已经失去参赛资格了。什么？哎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我现在已经不是厨师了，我只负责材料。哎，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哥。
吃早餐了。嗯。最近还在学校打工吗？嗯，图书管理员。还是专心念书吧。为什么？我不是也在教学生吗？我可以给你足够的零用钱，专心念书。没关系的，我很喜欢这份工作的。姐姐，你不用担心我。哦，对了，金元说他哥哥现在不能做菜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反正他不当厨师了。现在你级别比我高，叫阿泰就好了。哦，泰哥有电话。哎，谢谢啊。你好，我是郑金泰。喂，我是李少荣。少荣，我听说你不当厨师了，这怎么回事？没有了，我那个其实是不是？因为昨天的事情，不是了，我不是不当厨师，我只是暂时搬搬材料。像你这么优秀的厨师，为什么派你去搬材料呢？你这厨房什么事情都有啊，你不用替我担心。不过您肯打这个电话来的，我真的很感激你。对了，你跟我说过会参加烹调品评会。到时候你可要在大家面前露一手。我可能没有办法参加这个品评会。为什么？我已经不是厨师了。你说你不是厨师，金泰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金泰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一次的品评会你一定要出现，好好露一手给大家瞧瞧。答应我，加油。